加拿大杭州同乡会共有会员5000左右，人。那么我们每年搞活动，搞个大型的活动，搞个2020年，是是烧烤，也是春节联欢。那么当地的市长、议员、领事馆，那负责人都来参加的。那么我们在当地杭州同乡会，加拿大杭州同乡会，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加拿大杭州同乡会跟国内省市侨联密切联系，在市委杭州市市委统战部，杭州市政协、杭州市侨联侨办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跟祖国保持一条心，坚决听从杭州同乡会的所有的团结。我们把我们来到了这个加拿大温哥华，我们跨过千山万水，我们的心跟祖国连在一起。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了祖国70周年的庆祝。那么加拿大当地的市长、市议员都来参加的，说明我们在当地很有影响力。好，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是同乡会，我们有19个理事，在这里我们有五个理事。这位是钱立友，我们同乡会副秘书长。麦克王云龙，同乡会副会长，主持工作。还有一位蒋会长，他也是浙大校友会会长。那么还有一位张明，是杭州同乡会副会长。还有杨勇，我们杭州同乡部理事。这五个人，在这次活动中，也贡献了很大的力量。特别是五个在70周年的歌唱活动都积极参加，就是歌唱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这几天他们连续奋斗，把这个节目办得很好，受到杭州老乡和当地的市政府议员的高度评价，谢谢大家。It's my honor and privilege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and celebrate this great barbecue. An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ty long into the future as we make Burnaby the best it can possibly b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我们的市长侯麦豪，这是我们的市议员麦当劳，80岁。我们的市长刚才讲呢，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个华安社区的这个 barbecue 的活动，他把他第一次献给了我们杭州同乡会，给大家掌声好不好？所以他刚才呢讲的非常高兴呢，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本大理市，因为呢也希望今后呢跟我们杭州同乡会一起来介绍好我们的社区，介绍我们的城市，所以再次欢迎大家，再次感谢大家。这边有本。王议员，讲过了这个非常高兴啊，年年来这儿啊，我们都是好朋友，因为呢我们的伯纳比呢跟我们杭州临安呢是友好城市啊，去年呢我们也欢迎了我们的光泉灵隐寺的这个大法师呢，带了30个高僧大德呢，在我们伯纳比，在我们举办了这么一个茶禅月的分享和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展，非常的成功，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大啊。那我们的市政府呢，还专门给我们的这个同乡会，也给我们的灵隐寺呢，颁发了我们的一个感谢状。也就是说，在我们波尔纳比，在我们这个加拿大最多元化的城市呢，我们很高兴能欢迎到我们这个来自于杭州的这样的一些好朋友们，来弘扬我们的中华的传统文化。因为加拿大，我们是以这个多元文化而著称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益的事儿。另外呢，我们城市呢也是支持咱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我们有个中华传统文化节，7月28号周日是在我们中央公园的体育场，今年是第5届了。我们城市呢每年是拨款来支持，今年呢每年已经吸引20000人来参加，已经成为我们加拿大最大的弘扬中华文化的活动。所以7月28号一定要去 Swan Garden， 去我们中央公园体育场，我们来一起来弘扬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一起来让我们所有族裔的朋友们来看到我们华安社区的团结，我们的一种凝聚力，我们的一种影响力，好不好？我们
我爱你，中国，生日快乐啊！